天猫精灵，天猫精灵，天猫精灵。周深五月好多惊喜，5月23日10点，各大直播平台天猫精灵直播间将揭晓天猫精灵全球品牌代言人周深即将与全新的 X6 天空音音响一起亮相，厉害了，周深全球品牌代言人。天猫精灵官方同时主持的话题，周深天猫精灵全球代言人，岛屿是以天空为景，以身为界，冲破苍穹。天猫精灵正式邀请周深成为品牌全球代言人，希望和大家一起畅游在音乐中。小编想说，这是周深 AI 终于量产了吗？那是不是以后每天都可以让周深叫大家起床，以及给说晚安了呢？再说周深新专辑 QQ 音乐发起了专场听歌挑战赛，按照要求坚持7天听歌打卡，有机会获得周深亲笔签名照。另外，网易音乐和酷音乐平台也获得周深签名照的活动。签名照是目前除了演唱会门票和实体专辑外最想得到的，大家可以去试试。周深现身沈阳跑男录制上班，周深粉嘟嘟出场，元气满满的小周深一如既往的受欢迎。晚上的周深入乡随俗，穿起了大花衣服，活泼且胖乎乎的，难怪有人说为什么周深大花衣服都能穿出可可爱的感觉。手上还攥着手绢，这是去唱二人转了吧。之后周深跟沙哥同一辆车，看到外面的生米在喊，扒着车窗探出头来跟米子们打招呼，太兴奋了。就像米子说的，爱你的人会想尽办法去见你，连别家的粉丝都说周深真的太好了。在现场他只要看到横幅和灯牌，他一定会朝你那个方向去挥手打招呼。沙哥也好好，怕周深磕着车窗，特意在周深伸出来的时候用手把他挡了一下胳膊。沙哥最后的眼神好像在对生命们说，放心吧，孩子我会照顾好的，记得演唱会连线跑男的时候。沙哥说，谢谢来现场的朋友对深深的支持。看得出来沙哥对周深真的是喜爱啊。昨天沈阳录制奔跑吧，也是跑了好几个地方，玩了飞翼游戏，还唱歌，真的是玩疯了，唱嗨了，也湿透了。还好昨天不是晚上下班，回去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今天又要飞去上海了，周深接下来的行程，23号上海 B 站录制毕业歌会，23号天猫精灵还有个发布会官宣代言人，23号新歌《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片尾曲一赏上线，25号 IPSA 还有直播，这个周深会出现。Let's play， 变成熊玫瑰，让他们赞美，当星星。
才是昨晚没有的机会。也许也是某一人。